乐天呢、啊？这个球出手打到了右半边，来看一下飞行的距离够不够远呢？结果289红出现了，林志胜追平了森林王子张泰山的纪录，职棒生涯第289号的全垒打，也是他连续两场比赛开轰。嗯，状况还是维持得很好的哈。昨天是中外方向，今天是反方向的全垒打。哇，这一棒再次帮助中信扭转了战局哦。嗯，确实哦，289轰就是这个满贯炮。这个28名单可以先拿出来，先把这个一个空格填上林志胜的名字哦。确实，我觉得他这两场的那种攻击的感觉真的是很好，反方向的满贯弹啊！等这一刻，我相信这不管是中信的球迷，还是所有台湾职棒的球迷，都等很久了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君君，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Twitch哦。